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是过载极化的传导元神分辨凡乡好物谈6月27日更活动攻略究极深藏的热窝巨人清澈的崩破顺便击涌的电弧过载极化的传导灰豆颓坏的冰人刺激边谷的寒松元神 4.7。 好，这一边是第4关的最高难度，爱上两个树人就还可以上做灵特和丽莎。丽莎的话对一下血量就可以啊，然后灵特的话还是对充能来。开始这边我们需要扩雷元素，也是一样，在感电的情况下去打掉。开始，然后丽莎开个大，灵特开个大，星海一技能，北斗一技能开个大，星海来开个大，大。 按呀，别逃呀！北斗一技能，然后灵特开个大，帮帮忙！星海一技能开大，水星流转。 北斗一技能啊，北斗开个大，灵特一技能，灵特快来开个大，星海一技能，深海开到，丽莎开个大，我们走吧。 星海一技能，灵特一技能，吃个球，开个大。然后北斗开个大，星海开个大，一路平 A 就可以。该变一变了。 飞走一技能，别逃哟！这是惩罚哦，可别了！丽莎开个大，灵特开个大，深海 A 技能开个大，这东西隐身了，确实包速敌好了。